就现在的市场多坑人啊，这些皮套得一斤。哎呀，你说我再咋吐槽吐槽啊？螃蟹跟它一比呀，这螃蟹都没有皮套沉呢。我当时知道皮套这个事儿，但我没合计到皮套能那么沉。这么说吧，80多将近90块一斤，我那个五个螃蟹是200块钱，但是我感觉那螃蟹也就是120-130块钱，那个皮套啊得70-80块钱，做买卖太没有诚信了。